这将是菲方企图再次违背承诺，再次改变政策，再次破坏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状态的重大举动。这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，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。中方将坚决应对任何侵权挑衅，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有关言论纯属不实炒作，菲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，执意派船闯入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，还以挑衅性的方式冲撞中国海警船，并导致剐蹭。这种行径是非常危险的，也是极不专业的。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规制，完全合理合法。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，共同维护海上的稳定，但也不会对菲方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衅滋事坐视不管。